欢迎联络赵忠庸先生，按你手机正下方圆圈 OK Google 请搜寻下游生地庙入关表。我可以帮你做好多点，例如、哦、还爆天气，你可以讲要怎样连到蓝牙，怎样连到蓝牙，或者天气如何、嗯、帮忙开启城市那最厉害了。看、啊、有没有办法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下游上帝庙入关表，绕境活动加上去会更清楚。下游上帝庙入关表哦，还要往下找哦。这个的话你看这里有写绕境活动，绕境活动然后就会有那个路线嘛、哦、那个就是路观表，还有阵头的明细哦。有报纸报道说是因为连一到连续假日参与者很多啊，北部啊、中部啊、哦、新北地区啊，过去的庙啊，有回来参与的话，阵头很多呢。你看这个就是绕境活动哦，庙会的广告文宣，之前礼拜四晚上就有歌唱大会，礼拜五下午还有演歌仔演布袋戏，晚上摸彩活动，跟还有歌仔戏。礼拜六礼拜天哦，就是国历四月六号，那是清明节的隔天了哈、哦。礼拜六还有绕境活动，然后礼拜天又绕境活动、哦、第一天先外圈，有到大屯、啊、有到大皮寮、啊、据说不是说还要到中营吗、啊、到底先看看，诶，午餐在哪里要找一下哦，午餐休息找到了，地点大概在什么东兴一街哦，自由街哦，大和街，那就是在邮局北边啊，庙恩啊，庙恩素食馆的北边那一条了，自由街了。哦，午餐就在那边了、啊。那从那个维西亚的北边外环道路那边进来，很快就找到了。那下午还会在那一带那边活动。下午还没到那个慈惠街那边呢，中华街哦，那你看，哎，享和堂就在慈惠堂的东边呢，然后第二天会到慈惠堂，第二天会到慈惠堂参香呢，第二天到会到慈惠堂参香，哦，第二天休息在中山路一段了。江西江宁兴隆泰堂附近的，往南头港地头港方向的嘛，在内叫红杏一心堂。嗯，你看下午啊，下午慈惠堂，慈惠堂东边就是爱祥佛堂啊。哦，你看队伍顺序的内容就很丰富，哦，阵头啊很多啊。就按手机正下方那个圆圈圈那里，它长按个三秒五秒，它就跑出那个圆圈圈，要 OK Google 语音助理的，大概是4G的手机大概都可以用，都可以做得到。然后就说 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下游上帝庙入关表，如果有绕境活动更清楚。下游上帝庙入关表哦，就出现那个搜寻出来的网页资料，就哎要找啊，找到有绕境活动的介绍的那个才进去才是。有秀，嗯，答案是手机正下方圆圈圈的哦，你看。OK， 不过谢谢你的帮忙啊，因为有问必答。
最好还会说，你看还要对话呢，又是又说。哦，我会正给他啊！哦，到大比赛啊，到大比赛也还啊，他刚就给住了，他就给住了。